下微信区的排位。啊，微信区我没什么英雄，只有你们，你要不要两个射手？阿珂也被选了，那我就火舞啦。那就我用坦克吧。我走上路，五五吧，抢几个人头还是可以的吧，应该来说打铂金应该没问题啊。小阿珂，被卡住了吧？抢他妈红都不过分，看到我了。我跟你唠啊，真烦人。哎，还要逼着我自己再回来打兵。小心那个后羿过来啊，他肯定是打的红 buff。后羿居然不往上走了，去下路，提不起来，烦恼。硬是被他弹死了。有本事你再过来，有本事你再过来。一上带一个斩杀，他基本就走了。嘿嘿嘿，后羿那边打不过就跑这边来了。补满血回来的，这时候后羿应该没有大鸟，看来不怕他。等他有大鸟，我的血也差不多了。阿珂，我救不了你啊，毕竟我血也不多。没技能前不要跟他们靠近嘛。哇，好准啊！差点，技能不够，技能调不够。
还想宰我，结果被诸葛亮给宰了。我这小爬虫都没打掉，这家伙又跑过来凑人了。是你打得痛还是我打得痛？哇、哦、这么远也能中得着。哎，我怎么被冻了？这些队友好强势，我只是一个诱饵。花木兰又来了，李白也来了，有点卡，有点卡。可没砸到，哎呀，好烦好啊。该走了该走了，总差那么一点点。哎，你不要回去好不好？直接让我打死不好吗？全部打野。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中，顶你个肺！一起死了，差了，哎，亏了。哦，这个诸葛亮好溜啊！看一下，六杀了。完了，打一只狗打半天。
待这局赢了拿下来应该是没问题了，对面已经做爆了，中嘿，怎么打我？好痛，不能再吃一斩了，再吃一剑我就痛了，痛不欲生。小号有诸葛，我想小号都没有诸葛。小号我还在考虑要不要买诸葛。这么牛，五杀。我现在都好久没打过五杀了。想拿蓝，门都没有。哎呀，死了！吃了一个大招。应该赢了，小兵冲进去，就剩一个后裔没有卵用。哎呀，哎呀，五杀最近都是靠网友提供的视频才有五才能看。哎呀，五杀，最多现在最多就是有个四杀吧，还没打到五杀，好久，几个月，一个月，两个月。五杀先打着，是吧？玩微信的就打着吧。